刘国牺牲，广州钓鱼团生。大家好，今天咱来小北罗街，小小有比较青撇个字。这罗个字呢，拢有爷、甲母祖先，看起来啊，拢甲两姓相关，但是结构就唔变样，意思也唔相同。所以看这个左边爷、右边母个字。啊，是一个半包尾结构，普通会叫做拿，咱潮汕话读作咩个拿，啊，拢是同三声，表示雌性动物。拿是咱潮汕地区的特色字，潮汕人将母的形式个母龟就叫龟拿。大概道理，牛拿也就是我有水个母龟个意思。好，这个诗叫做拿兴啊，伊是落形容这个大伯伯阳刚之气，牛牛叫。子牛兴，子牛兴。另一个字呢，就是左半里母，右半里爷，这个行字啊，普通话读作姐，咱潮汕话读作姐。黄冈金枝对本呢就记载到南楚宝矿之间，母谓之荒姐，母表示母亲，爷表示停留，所以姐就是停留到家当照顾家庭的女性，哎呀，就是母亲。伊是从一个更古老的汉字“这”演变而来的。这字虽然现在意思是“姐姐”，但是到古代，这个“这”字也有母亲的意思。咱潮汕地区也有保留着用“姐”来称呼妈妈的叫法，来表示对母亲的尊敬，非常亲切。好，今天咱就加深了对这“哪”个字的认识，这个是“哪”，这个是“姐”。心清舒畅，下次再见。